shit. Yo man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个还蛮特别的水族馆哦。哦，你们看到亚特兰蒂斯？在一个不是很显眼的地方啊。哇，这是怎么做的啊？你继续看一下，有点像招牌哦，真的招牌拼起来一个英文字母啊，特兰蒂斯，好酷哦，好聪明哦。我远点看一下，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水族馆。应该是传送门吧？哟，哇，真的是水族馆哎！可是有点小，然后那些鱼都……哎，那鱼怎么回事啊？头居然折起来，然后是不是太小？那个鱼这边晃来晃去的，哎，那是海豚吗？哦，真的，海豚哎！有人拍照哦。嘿、hey, ，好可爱的海豚！嗨，你好！哇，第一次这么近的看他们啊！呀，那个是在表演吗？还是太开心了？他们那边绕圈圈，好像是好像被卷进一个是什么？洗碗机吗？还是什么衣服的那个感觉？刚刚大妈居然在做瑜伽，又有事哦！这是什么？这杀人鲸哎，翻肚了啦！这里太小了。等一下，是什么？那个杀人鲸也是很开心哦，他也在表演吗？为什么我会突然游泳啊？我怎么进入到水下了？是怎样有 bug 吗？游起来了，哇！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等一下，上面是不是还有东西可以看啊？哟，进来了！我们到下一个展示间好了。诶，这个门可以进去吗？诶，为什么不能推？哦，这个是直接体验。体验游泳啊！这水族馆怎么这样？那还有两个正妹在看，水下了嘛？哦，这一间是哟，这个正妹在干嘛？水族馆还拿望远镜？哦，这边是鲨鱼，然后那个是海狗吗？还是什么海豚吗？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它头为什么这样？那个是什么？有一个人在修那个潜水艇，对不对？亮亮的。到底为什么这么多鲨鱼围在那边啊？看着没有？我怎么感觉好像快游进去了？哇，好多船啊！船的残骸、鲨鱼、鱼头鲨，哦，仿佛已经游进去这个水族馆了。
那我们要不要直接进去看一下？下面有个正妹，你怎么坐到这么前面啊？哟，这走道怎么回事？章鱼吗？哦，游回来了，看一下那个这怎么上去啊？这个门居然开的耶，开了我们就可是为什么门口看起来是正常的啊？我们去楼上看一下，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哇，感觉就不一样嘛，他在跳舞啊，对不对？他是太开心了，然后上面那个人在喝酒。这个三金也是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啊？这是在干嘛啊？忘了，两个科学家是在，这是什么奇怪的液体啊？不会是要丢进去吧？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鲨鱼。嗨，我在里面哦。噗噗噗噗噗，哇，这边好多小鱼哦。上去看一下。我先把它踢下去。等一下再回来找它好了。这里也有一个。下去吧你。哇，这两只鲨鱼在互咬啊，是不是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对耶，这边有个人在那边修这个潜水艇，都不用氧气筒的吗？这两个过不去了。这只鲨鱼在搞自闭。上去。这人在干嘛啊？好凶好凶。哎呦。好耐打哦。他说什么啊？他好强哦。他鞋怎么那么厚啊？他倒了。看一下这个锤头鲨的秘密基地。哎呦，他那三个好像手指头，好可怕！这里有个人在拍照。这个 view 还不错哎。浮在空中啊，不然是在水下吧。怎么上去啊？奇怪，怎么上不去？
这鲨鱼是可以打死的吗？居然无动于衷，这么厉害！喂、哎！哇哦，居然上来了！OK， 我们今天这个水族馆介绍到这边啊。那帮我影片点个赞吧，好不好？多多分享啊，可爱的水族馆。